岩上一只动物站着不动，赫然发现居然是一只梅花鹿。民众颇往求救。垦丁当地民众似乎见怪不怪，因为看过梅花鹿游泳，这只梅花鹿顶着超大鹿角，一颗头浮在海面上，好像在游抬头蛙，眼神看起来很自在。没多久，缓缓上岸。走上来了，走上来了，哦，上来了，帅哦，帅哦，帅哦。 帅气挺拔的英姿让民众大喊有够帅，网友回应狂盖楼居然是游泳健将，梅花鹿会游泳，而且比狗还快，是一只会蛙式的鹿。看海的鹿和无路可走的鹿，担心说，哎，它会不会回不来？不过也学了一课啦，鹿其实蛮会游的。照片中的梅花鹿可能是涨潮因此受困，而梅花鹿除了会游泳，速度还很快，用计惊人一公里。 的距离十分钟就搞定。不排除，本次梅花鹿有可能是被流浪犬追逐而逃跑至海边。恒春半岛梅花鹿生态富裕有成，但看到梅花鹿在海中自在悠游，让不少游客大吃一惊。亲眼看到梅花鹿变成游泳健将，实在想大喊：“工读生，快出来！”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 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、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